终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不是多兰盾吗？打凶一点就多兰剑，打防守保守一点就多兰盾。这把我觉得凯隐抓不了我，所以我要打凶一点。还有神现在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，驱虎闪还一个 W， 残血不死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不要了，不要妨碍我。走于刀尖之上。双单没双。刚才这不是一个 Q 闪 A， 然后一个 W 收尾，然后我们借着这个灵光披风的加速跑出防御塔。我从不妥协。很极限的一波月塔。MS 怎么这么低？因为这个服务器这个大区。这个大区的服务器离主播这个比较近。哎呦你呀，黑色玫瑰你在广东王这个大区就会比较流畅。他没闪的好标，能减速吗？作为一个 W 突发枪位走位阶段加速 A 一刀 A 一刀，好拉扯，不用管我，兄弟，不用管我，我能跑，水上行走。哎，回来复光了，把现代推。干嘛呀，凯隐？有眼。虽然他装的好像是清完兵线要来反野，兄弟，假装这里没野，兄弟，我谁信啊？我问你谁信？太明显了啊！他就是奔着我来的，刚才。他们活不成了。这波就不要赌了，赌他，赌他是不是不知道我们在？这波要溜了，能给他越了。他这波没闪，亏了很多经验啊，是吧？还有疯狂骚扰。享受钢铁的滋味。能杀吗？找得到不？找得到，谁能追上呢？就 R A 触发加速，相位猛冲，直接跑！哎，你过来追不到我，哈哈！哎呀，这就是相位猛冲，兄弟们，爽不爽？
真的打得过你就加速追别人，对吧？打不过你就跑，没人拦得住你。纯在拉扯，这波拉扯。无处可藏。OK。打野和 AD 飞，哎，这两个人唯独不能肥的，这把正好对面挺肥的。没有机会了。江苏的往哪个区补卡？这个每一个地区都是，说实话，很多主播也不太了解啊。但好像邦德尔城是不是四川的？四川还是重庆的？一个服务器，一个大区就是代表一个地方。帮不了，帮不了。他们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操了！妈，一看弹幕怎么有个串子呀？浙江玩江苏一区爆破频道四。速战速决吧。这都不能细聊，兄弟们，再细聊他一会儿跟我说再掏出一把 AK 自吸，还喜欢反野是吧？没有边界感啊，打野。中单是谁？你敢进野区？有难刀的对局千万不要进对面野区啊，不然就给我送人头的，这是回家出幽梦吧。说实话这波我想暴力一点，我把这药卖了，再幽梦加一把长剑。我从不妥协。来大伙开个上电视啊，中视一下，想打号的兄弟们可以参与一下抽奖，下的黑铁上的大师中视一下都可以，小电视十分钟抽奖。小兵确认器全给后排兵吗？全给后排兵就行啊，就你觉得麻烦的话就不用去管他什么东西啊，直接听主播的，直接全给后排兵就行。也去看，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东西的一个作用。为什么不出名刀？名刀的话，哎，有的时候不能出，有的时候出了没什么用。排位里很多都是你点了信号他不走的，我们的幽梦的话游走次数会比较多，啊，抓十次成功九次，多好赢的对局，啊，有多少个你点了信号然后队友顶着你的信号，或者说你放了防守眼在眼上走过去都抓成功了，这就是排位环境。那既然对面这么抓你队友，其实打抓你队友，其实对面很多人也是这样的。那你只要你游走的次数多了，你也可以拿很多人头。牛逼！不要妨碍我。什么状况？是把中吃了。不是不是。
兄弟，等我先屏蔽一下，不然我这滑上去他们一直刷新。6分钟说的话是吧？他越线了，你过来直接下来吃一下技能。哇，6分钟说的话，你9分钟10分钟突然说啥呢？时隔3分钟的战斗，有病啊哥！大招隐身，近身 A Q A， 死在我身体里 ！A 闪，直接回来，兄弟，难不难受？操了！ OK， 极限啊！这波一闪的方向不管去哪都行，只要他一不到我。12分钟 ，OK， 太夸张了，兄弟们！我刚还在看队友的记录呢，这人直接来了。哎，6分钟说的话，时隔3分钟一句话没说，打野在下，你一直在狗叫什么？ 谁说话了？刚才，时隔3分钟的战斗吗？这是啊，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就开吵了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啊，兄弟，为什么？中间是有什么虚空对话吗？我没看到。 谢小花送的2组66个小月亮。防御塔构成即将脱落。速战速决吧。猫打信号。 他们活不长。逆天了啊！优势野草啊！马先处理了。没事，主播一会儿。 就说出一句话，兄弟们，他们就好好玩了。稳住心态，什么局？哎，这把不是劣势，这句话不能用。再翻锤子啊！我们是优势哥，不是你们这个吵架给我以为是一劣势啊！我从不妥协。主播的名言名句差点就爆出来了，稳住心态，什么局都能翻。 优势翻什么？给对面助力啊！不是，那优势的怎么劝队友呢？给我整不会了呀！不是，那优势的怎么劝队友呢？给我整不会了呀！完了，猫咪语音说了一句：“我跟定你了，真跟我了。” OK， 要跟打野吧。嗯，哥离得这么远，按道理他那个距离防御塔之前应该是我单吃了呀。 上路的兵线，小龙吧，小龙吧，别去了，你去上路兵线也没了，搞清楚状况，兄弟，你去了兵线没了，看到没有？走一半已经被防御塔吃光了。漫天飞雨。
A 一下触发相位，哦哟，极限，好打，好啊，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对 ，nice 了，拉扯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 走位，哎，拉扯，回头一个 QA 闪，一个 W 收下人头，真以为我在 OB 啊？哥们，我在等待一个时机，等着一手反击啊！哼，只有傻瓜。 我还在 OB， 兄弟，我200血，他们满血半血的，我不 OB， 我 OB 谁呀？我这手反应这么快，对吧？永恒大招还留着给我。啊，是也 ，surprise。 杀光！还没闪呢，定草加速，好难啊！我要去找那永恩了，多的不就不找了。 永恩，我制裁他吧，我觉得他现在在偷发育，一会儿给他偷起来。Hello， 笑了。你的男刀太拉了，太辣了。 刚练的，随便杀杀。不要妨碍我。游走。 刀尖之上。Killing spree。Enemy has been slain。我从不妥协。Double kill。看了两天夜刀神，兄弟们。 就可以杀到这种程度啊，没办法，我也很无奈。无处可藏。豹女哥这个节目效果了，兄弟们，那我实杠一。只能说主播太聪明了啊。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
Hello， 睁眼钓鱼，这一个睁眼价值300。兄弟，你要知道对手是个刺客，这个眼不能 A 的，很危险啊。Unstoppable， 雷雨。他们活不长。侧面电塔，假装不杀他。这就是主播的防御能力啊，甚至都不吹，兄弟们，直接往下走，开始拆这个二塔。那这波有个凯隐，我们想一下怎么反杀凯隐吧。游走于刀剑之上。Shut down。走位，走位。人呢？我从不妥协。算了，这个机器懒得杀了，我们去追人。哎，这永耀刚不是4-10吗？完了，被我暴杀的人在暴杀我的队友。撞撞撞！触发。还行，机器人呢？没道理吧？啊！漫天飞雨。那么夸张，问题不大，慢慢来慢慢来，哎，别着急，感觉是不是玩得有点着急啊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就是我一个人了。 OK，瑶跟着走，我这手兰陵王直接带飞。W 啊，去围死。跑起来吧！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等他这个击飞一用，眼上走了是不是？好像有眼啊！他们活不长。怎么办？压力好大，不要妨碍我。刀尖铁血，兄弟，等我去制裁他，看他还带不带？还带是吧？
哦哦，快走！护驾！无处可藏。漫天飞雨，中亚，飞过来 ，W 挂死 ，A 一下，卡莎交给你了 ，A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拉开 ，A 一下 ，A 一下一个 W，A 一下拉开，不用卖猫咪。怎么头都不回呀、啊？这猫认主人，兄弟们，难道死了 AD 直接不跟？我操！我这不急性了。这一波一闪，谁说一闪没有用，兄弟们？这波一闪创造了后面啊！也这怎么这么难？不是优势吗？有战犯，谁在犯病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不是大优势吗？怎么打得跟大劣势一样？有人有问题，兄弟们，有问题，说实话，不对味儿。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走，把龙拿了。救 A 一个 W， 触发两位拉扯。大龙，大龙。走，撞他，撞他，撞他，石头，撞他，石头，撞啊！你撞中亚，真狗啊！哇，这小子，哎，不过确实能一波啊，哎，没事，再玩一波。但小兵没来，其实好像是能一波的，但已经选择大龙就大龙了。我从不妥协。那就等我个闪。来，跟着公主小花一起遨游，魔法猫咪。只有傻瓜才会为看我操作，兄弟们，接下来不要眨眼，我怕你们一眨眼五杀了。啊，那边居然在打吗？发条，你要怎么活？发条。漫天飞雨，根本不慌，连招带标，伤害超标，兄弟们，这两人死了我都懵了。第三个。W 闪 QRA 瞬间爆炸飞起来，来我一口，好配合啊！英雄联盟的魅力 ，OK， 可以眨眼了，他家没了，兄弟们。就我这手提醒，兄弟们有没有提醒到位？